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将这个函数图形哈，沿正 x 方向平移两单位啊。那你往 x 方向平移两单位的话哈，这 x 哈变成多少呢？变成 x 减二了。哦，往右的话 ，x 轴正方向就往右了，平移两单位。好，那 y 轴沿负方向平移五单位嘛。那你沿户外方向的话 ，y 的话就变成多少呢 ？y 加多少？哎，五单位嘛，加五了。好，啊这个哈、哦、就是 y 等于多少呢？哦，这个三次方就是 y 等于二 x 三次方。现在我把 x 的话哈、哦、换成一个减二 ，y 的话换成 y 加五，所以就得到这个 y 加五等于二。x 减二的三次方，好，那这样我就晓得哈 ，y 就等于多少呢？二 x 减二的三次方，减五了，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函数了，这我叫做 gx， 所以就得到哈 ，gx 等于二 x 减二的三次方减五。所以呢，这一题哈，然后他说这个是等于 a 乘以 x 减 b 三次方加 c 啊，那 a 它就是等于二 ，b 也是等于二 ，c 的话是负。他现在问说哈 ，a 加 b 加 c，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就负一，所以他应该要选二。